这一段后面的三首偈，通戒染净印，譬如众会相，化死之所作，如是一切刹，心化思所成。下面一首，众生生过意，随心起分别，如是刹种种，莫不皆有意。譬如见导师，种种色差别，随众生心行，见诸刹也然。这个三首啊，是通戒染净印。这个第一首，清扬大师告诉我们，随心染净印啊。首先呢，他举比喻来说啊，比喻容易懂啊。譬如众会相啊，这个会跟我们现在常讲绘画那个会是一个意思啊，音也相同啊，画师之所作啊。啊，画家他能绘画啊。上个月江一子老师在我们这边小住，为我们画了地狱变相图，现在他回到台湾啊，这个画稿啊是在此地完成的，他还要补充，还要整理啊。我相信他下一次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地狱变相图一定呢画成了。我看过他这个画稿，画得非常好啊，画稿啊完全是素描。这个两句比喻不难懂啊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如一切佛刹了，这一切佛刹了就像画一样啊。那么什么人把它画成的呢？心化思索者，这不是普通的画家了，是你的心化成的。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《出现品》里面佛说，虚空法界，刹土众生，这就好比是众会相啊。无量无边幅图画了啊，这个图画从哪里来的呢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从心想生啊。心想呢，就是此地讲的心化思啊，他所
成就的。这个兴化寺就是自己的姓氏，姓真心啊，舍是妄心啊，妄心是依真心而起的啊，迷失了真心，我们就叫它做实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设实就是带了迷惑的真心，他把真心所现的相分扭曲了啊。这个扭曲并不是真心现的相分呢，是真的被扭曲了，不是的。如果真的被扭曲了呢，那么其他人看到啊，也看到这个扭曲，为什么觉悟的人看到是真相啊，丝毫没有改变呢、啊、就在眼前，我们再用一个比喻来说啊，现在戴眼镜的人很多，没有戴眼镜，好眼镜，看外面这个景色很清楚，很明白。每一个不戴眼镜的人看的都一样啊，那叫实相，唯心所现。戴上眼镜啊，看到外面色相啊不一样啊。戴副红色的眼镜，看到所有一切色相都戴红色。戴个绿色的眼镜，看到所有的色相啊都变成绿色。外面的景象有没有变红，有没有变绿？没有。但是他自己看到确确实实是变成红色的，变成绿色的。为什么呢？他的眼睛上挂了一副眼镜，他把外面的景象啊扭曲了，并不是外面景象真的扭曲了，不是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妄心呢就好比是眼镜，有色的眼镜，这有色的眼镜不只戴一副啊，啊，凡夫总戴上几十副几百副，你说他看外面的这个景观他怎么能看得清楚呢？我说的话不是假的啊，八个十就是八副啊，五十一心所就是五十一副啊，每一个是相应的心所多寡又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凡夫这个眼睛上戴上有色眼镜呢，几十副啊。这是世尊在经上略说，如果要细说了，哎呦，那不可说，不可说啊！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佛说法了，都用归纳法啊，说总的纲领原则，不能细说。譬如心所法里面贪，这一个字总纲领啊，贪包括多少，范围多大呢？
与事出世间发起贪心，无量无边啊。你懂得这一个心所如是，其余心所哪一个不如是呢？于是你对于唯心所现的那个一真法界，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啊？什么时候你能看出一真法界呢？你把这些障碍、这些有色眼镜全部拿掉了，真相大白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！这就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这许许多多种种不同的有色眼镜，大经里面又把它设成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三大类。啊，什么人觉悟了，把这个通通都放下了，然后你就见到诸法实相，宇宙人生真相啊！啊，你才见到啊！啊，见到有真相，唯心所现之相。当然，同时你也通达明了唯识所变的真相。从此之后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迷惑了。啊，这个我们就是常讲的智慧开了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无量无边现象当中啊，见性。哪一项不见性？所以说哪一法不是真实的呢？法法皆真啊，迷了之后啊，没有一法是真的；悟了之后啊，和法法皆真。这个事实真相要细心去参究啊！下面这一首：众生身归，这是说九法界众生。那我们不必说那么大的范围，我们只看看地球上，这是我们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啊，地球上这一些众生，所谓众生。意思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形象，这个形象就叫做身啊。这个世间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呢？动物是，植物也是的，矿物也是的，乃至于自然现象，风起云飘，
太阳月，月光清凉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啊，不一样啊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不一样，缘不一样，果当然也不一样啊。啊，就是这个众生里面，我们单单说人，把这个范围缩得很小，啊，说人，人里面范围再缩小，啊，再缩小是什么呢？是自己。啊，只要我们很冷静地去思维观察，像楞严会上波斯匿王一样，我们想象我们十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身形是什么样子？到二十岁的时候，跟十岁比较一下，不一样啊！啊，三十岁跟二十岁比也不一样啊！啊，十年十年比，那个差异非常明显呐、啊。再说细一点，一年一年比，年年不一样啊。再细一点，月月不一样啊。啊，天天不一样啊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随心分别起啊。你的念头不一样啊，幼年的时候，童年的时候，妄念少啊，所以你还能保持几分天真烂漫。啊，年岁逐渐长大了，对于五欲六尘，渐渐的被污染了。天真失掉了，情欲增长了，真相少了，邪恶多了。我这个说法诸位不难懂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都是过来人啊，什么人能够在一生当中啊保住啊你的童心啊那一份天真，要是几十年不变，
你就是有道之人啊，不是普通人啊。这个佛门里面修行法门很多，有一门叫婴儿行，就是修这个，永远保持自己的天真。换一句话说，决定不受啊外面境界的染污，这要定功啊，这要智慧呀！啊，智慧能看破，定功啊能不染呐、啊？那个不染就是放下了，放下什么？放下所有一切的污染。能不受他的害 啊这个是真功夫。佛菩萨的成就如是而已 啊佛菩萨在九法界示现种种不同的身相，教化种种不同的众生啊，他的能力就是自己能做得了主，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而不染，本事在这里啊。我们凡夫插就插在这个地方，凡夫跟众生和光同尘，立刻就被污染啊！污染的像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现前，这是染着的相啊。啊，就不能像诸佛菩萨一样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如如不动，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，会它不是分别，它是智慧啊！虽然明了啊，它样样都不沾染。这个不沾染是什么呢？心里面没有丝毫挂碍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菩萨跟尘相接触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起过心动过念。起心动念尚没有啊，哪来的分别执着？啊，这个我们称为真人呐、啊，圣人呐、啊，称他做佛，称他做菩萨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要学佛，学什么？就学这个文字。啊，在哪里学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学，在跟一切大众相处当中学。啊，怎么个学法？诸位千万不能够误会，啊，那
我们要学着一切啊，也学像佛一样啊，这个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就学成个呆子了，你学成木头了，你没有懂得语言的意义。跟大家生活完全一样，活活泼泼啊，决定没有把境界放在自己心上，这叫做不染着。身决定没有污染，染在哪呢？染在心啊。心改变了你身的形象啊，污染严重，这个身就不健康了，这个身就生病了，这个心就短命了啊。所以不是六根不接触六尘境界，照样接触啊，决定不放在心上，心地清净，一念不生，外面形象上湖光通尘，跟大众没有丝毫差别。凡夫看不出来，凡夫不认识。什么人看得出来呢？境界相等的人看得出来，境界比他高的人看得出来。啊，初地菩萨跟初地菩萨在一起，彼此明了啊。啊，初地不知道二地境界，二地知道初地境界。啊，觉悟的人知道迷惑众生的境界，众生不知道觉悟人的境界。随心分别起，啊。小从身说，啊，身从自己一个人来讲啊，早晚情绪，早晚念头，刹那不住啊。不止千变万化，那么再看大的呢，那就不例外呀。如是刹种种，莫不皆有业。大体来讲，法界刹种，佛刹，也是因缘生嘛。不相同，极乐华藏大同小异。如果跟娑婆世界相比呢，差别悬殊啊。
什么原因呢？莫不皆由一也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，分别起业因，啊，注意到这一句里面的话，分别起业因，即以正欲一，也是以因欲缘，啊，心即是因，招一属果，果之粗妙，盖有业缘。啊，那么这个心是指心里头的念头啊。大乘经上常讲的心想，啊，也就是妄想。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都是分别起业因。有因，因遇到缘，果的相啊就显现了。果的相不一样，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妙啊，住卧室，一真庄严，粗恶不妙啊！啊，那么现在这个世界，诸想想，什么是庄严呢？你想到无著卧室，何无是庄严呢？现在讲生化无气是庄严呢，还有没有公布的，我们一般人还不知道的，是秘密无气。啊，高度大量的杀伤的这些武器，现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叫庄严。啊，粗妙到基础啊，啊，通通是业缘变现出来的呀。十方世界诸佛众生刹土无量无边啊，种种不同，道理在此地啊，诸位必须要记住宇宙在哪，无量无边无尽无际的刹土，总不出
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心性妄识都是自己啊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多想想，想明白了，你自然就肯定了，肯定了，你修行就有门路了。啊，你就知道这个无量无边的宇宙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，搞清楚了，不迷惑了，那么肯定你的生活态度会改变，你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啊，必然也有所改变啊。这个改变就是改迷为悟，改恶为善，然后改凡为善啊。啊，教下的学人真实功德利益由是而生，我们再看幕后这一首，譬如见导师种种色差别，随众生心行见诸差也然。前面两句是比喻啊，譬如见导师，导师啊，对我们来讲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如果就华藏世界来讲呢，这个导师是毗卢遮那佛。每一个人见佛，佛的色相不一样啊，就在我们的世间也能找到很明显的例子。早在1982年，20年前呢，中国大陆刚刚开放，香港宝林寺的圣依法师约了几位同参朝普陀山
拜观世音菩萨，在这个朝音洞啊，在洞的外面拜。他们三位出家人，还有几位居士，拜了半个多小时，观音菩萨出现了，大家非常欢喜啊，有了感应了。他们去了大概是有七八个人呢，七八个人里面也有好几个什么也没见到。三位法师见到，回来的时候彼此交换心得了，共同分享啊。圣业法师见到的观音菩萨，金色的，全身金色，戴毗卢帽啊，就像地藏菩萨那个帽子一样，戴毗卢帽。观世音菩萨我们学院啊，斋堂吃饭的地方，斋堂上面也供了西方三圣啊，这一组西方三圣呢，这个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都是戴毗卢帽的，圣业法师见到是这种像。另外一位法师见到的白衣观音啊，像我们一般画的画啊，白衣观音不一样啊。第三位法师他也见到了，他见到是个出家比丘像，三个人同时在拜，同时都见到，每个人见到的不一样啊！啊，譬如见导师种种色差别啊，圣一法师还在。现在年岁大了，这两年身体不太好啊，我曾经去看过他啊。第三句把这个业因说出来了，随众生心行，心是念头啊，念头是心的行为啊，是心这心意的造作啊。佛法里面讲业，讲三种：身业、语业、意业。啊，心行是意业。如果把心行展开来讲呢，心行包括了三业，啊，包括了身业、语业、意业。用心行呢，
总夸了啊，都包括了众生的心行不一样啊，跟佛菩萨的感应也不相同啊，所以见相不一样。佛菩萨没有身相，这个诸位要知道的啊，众生有身相。为什么众生有身相呢？众生有分别执着，所以就有身相。啊，执着哦，这个样子就是我，坚固的执着。啊，诸佛菩萨知道这个身不是我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因此他的形象是随众生心想生，我们有执着就没有办法从众生的心想生了啊，众生想我胖一点我也胖不了，想我瘦一点也瘦不了啊，为什么呢？我有坚固的执着，抗拒他的心想。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能够随众生的心行。啊，《梵音灯》里面看观世音菩萨，每一个人看的都不一样。说实实在在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有两个人见菩萨像是完全相同的啊，不可能。为什么呢？这两个人的心行不相同啊，纵然大同里面还有小异啊，他见的像怎么可能是一样的？其实我们自己如果修行功夫到家了，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那你也能跟化身菩萨一样随众生心行现象。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众生心行是感呐、啊，佛菩萨有印啊，所以那个现象从哪里来的？从感应来的祝福如来菩萨声闻应化在九法界，应化在人间，无不是随心应量，感应道教啊！因此，古大德呢，教念佛人，阿弥陀佛。自信弥陀，西方净土是唯心净土啊，这个话说的真话了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自信变现的啊。西方净土在哪里？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心现识变啊，离开性识
一切法都没有了啊！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得好啊：“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”过来人说的话，幕后皆归到正说，见诸刹也然。一切诸佛刹土，般若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啊，心性是变的啊，所以一切众生见诸佛刹土，就像见佛菩萨的身像一样。随众生的心情，各个的见量啊不相同，种种色差别，化身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他见的这个世界是一真法界，清净庄严啊！我们见这个世界无著无失，这个世界到底是清净庄严还是无著无失？说实在的话，世界既没有无著无失，是也没有清净庄严。啊，你见到清净庄严，你用清净心见的呀。他见到的是无著无失。怎么见到无著无失呢？因为他有接触，有见触，有烦恼触，有众生着，有命着，他有这么多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把一真法界变成了无著无失。是这么个道理啊！弥陀就是自心，自心就是弥陀啊，此地就是净土，净土就是此地啊！啊，你见不到，是你心行有问题，心行不善。那个人见到了，那个人心地纯净纯善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所以西方刹土经上讲啊，十万亿佛国度啊，十万亿佛国度就在眼前呢、啊。就在那一念之间呢，看你能不能转得过来。
转过来是佛境界，转不过来六道凡夫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